刑天，我爸让我去帮他收租，你陪我一起吧。你还是包租公的女儿？什么包租公？你一个人住一定要注意点，这个月的房租就先不收了。谢谢。收了一上午一家的房租都没要，知道说你是收租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配锁的。这是要生了，孩子爸爸呢？哎，来了来了来了，我去借轮椅了。你是孩子的爸爸？我是我是。那还不快去医院？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你是？我是孩子他爸。你怎么也是孩子爸爸呀？那要不行了，先走再说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你不会也是孩子他爸爸？我是。原来地球孩子有三个爸爸呀？瞎说，地球孩子也只能有一个。那他们这是？我们是孩子他爸的战友。如果我出了意外，你们一定要帮我照顾我的妻儿。我们答应过孩子他爸，以后我们都是孩子的爸爸。谢谢，谢谢你们。走吧，快去医院吧，这还没叫到车呢。那怎么办呀？我在。一着急忘记你会瞬移了。放心，一定会母子平安的。